今次咧就喺呢、這個即係喺上海個片場嗰度，但係就喺個香港嘅景喺後面，係咪感覺好奇特咧？奇特㗎，因為喺香港我哋行石板街，你見到其實係一條街，咁好短嘅啫。咁而家還原翻原本中環石板街嗰個模樣，我突然之間覺得有啲神奇啊，好似時光倒流咗一百年咁樣，即係幾廿年、一百年咁樣，那感覺係。好似連你自己行路的姿態都會特別優雅啲啊！即係係啦，即係古舊翻少少年代嗰種感覺啦，即係好中意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我而家訪問完我就會上去行下，我覺得好正，同埋好啱呢一身咁樣嘅裝扮啦，覺得係。